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些新车的主角们，他们有一身技能叫做侧身刹。通常有侧身刹的车子，你可要小心。海神标记，它的下方的这一道其实就变成蓝色的。好，请让我再配音。对，这就是一个蓝色的标示。好漂亮哦！马上就说出来，大家说像什么？先背这像什么？像滑鼠。对，像阿法。像阿法。有阿法的感觉。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钟，东风卫视《跨界大赢家》。